晕船是因为人体哪个器官内的平衡感受器受到耳朵。乌拉尔山大高加索山脉是亚洲与哪个大洲？欧洲的。嚣张迟快加分。被蒲松龄描述为一物竟能兼动植的是哪种中药材？冬虫夏草。哇，因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类而被称为热带水果之王的是哪种气味独特的水果？榴莲。青蛙除了用肺呼吸之外还能用身体的哪个部位？皮肤。漂亮。蟒蛇、水蛇、五步蛇哪个比较长？五步蛇。名字长啊。在欧洲水手们出海时会携带大量橙子是为了坏血病。哇哦。因为中国运动员在2015年劳伦斯奖。哇哦，恭喜你。看看这些优秀的孩子，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